缺水，一个面包，一个蛋糕，还有米饭。奶酪看起来不错。咸甜口的。到纽约了，现在得等会儿车。今天过关很顺利，基本上过了那个移民就直接出来了，海关也没找什么麻烦，也没抽检什么的。这边还行，不是特别冷啊。啊，对，这比北京暖和吧？现在啊，比北京暖和多了。对，这是纽约的法拉盛，是一个唐人街。附加珠宝，新龙星超级市场，纽约地铁，坐地铁去时代广场，到了时代广场了。刚从地铁出来，外边小风还挺硬。现在还没找到时代广场那个大屏幕呢，但是这条街我发现屏幕挺多的，是卖热狗的。哎，他这个刚才那个板好，它是变的，一直变的 ，Hard Rock。路边热狗摊挺多的，我发现了个好买卖啊，在这儿卖这个烤肠和那个煎饼。地上有很多垃圾，这是发的传单。这干什么的？这儿有一个敞篷的旅游观光巴士。对面是那个拍照的，和那个穿玩偶服拍照的，我看看有没有那个青蛙。看着马里奥了，好像有那个麦仔青蛙，过去看一下。哦，不是麦仔青蛙，是大眼睛的，也不知道什么。从远处看特别像。在这里取票，就是电影院嘛，迪士尼。买帽子的，卖油画的。我想想啊，在这弄个摊儿卖什么啊？烤肠，还有肉夹馍，章鱼小丸子，哎呦，太多可以摆摊的。Hello。
水灯，哎呦，这儿也有人立三轮车。H&M。他骑自行车进来的，纽约地铁。刚才进来费老大劲了，从那个机器那儿买卡，刷卡也不行，现金也不行，反正是没弄明白。最后有这个专门倒卖这个刷卡的黑人，给他钱，他给刷进来的。南香小笼包，现在凉菜来了。哎，这是烤麸、木耳，好，凉菜到了，尝尝。嗯，甜口的，还得是中餐的。这菜哪一层都甜。嗯，小笼包到了，里边满满的都是汤汁啊。泡在酱油里头了，这特别好吃，咬一口里边全是汁儿。我现在回法拉盛了，回去也早点休息。水里放。